啊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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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明年先过来念过来啊，是的，看来这个漂亮，哇，就很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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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学问说的，因为这个书法家字写的。所以这个作者这个诗人字写的用笔了。然后啊，皆亲平正乐悠悠。另外还给哦，还有一个啊，什么给？谁？谁是宋文？哇，宋文美庐。哇，这是祝贺他们乔迁。对。好，下次来就挂到那个前半厅啊。这个有事。美庐，好，庐山给你们。对。下次再写个热烈欢迎，对吧？现在哈，现在是那个熟比较熟，我这个。现在欢迎我们的女主人，熟的人家。哎呀，对，新风新雨啊。说你，这个让你下一次写一个热烈欢迎，就是跟你这个雅俗共赏，雅俗共赏。小提琴手在后面，好，前面英语是专业的这个小提琴家，现在从事小提琴教育，学生已经逃离，已经放掉整个天下了。那么是杨丹是啊，这个最优秀杰出的男歌一个参加哈，然后你们两个吧，合作一首是吧？合奏，是踊跃歌唱音乐会，我们的还有就说拉个月亮的歌。好我把那个稍微拉一下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要不要朝上？哎，往上走。快
现在是不是该我们娟娟？娟娟来一个啊！对，娟娟在前面。我是你的御用情人。好、哦。娟娟就来一首。唱一首月亮。来，去他家门口。好，你来。